大夫说没什么事了，我先走了。别走，顾总，你醒了。头疼。头疼找大夫。哎，是因为你我才受伤的，你让我去找大夫。这怎么能怪我？明明是小。你看，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，所以你更有义务要照顾我到康复。如果不是你非要我陪你在公司加班，你会受伤吗？哎呀，哦，哎呦，又疼了。哎呀，好，你先休息吧，我去给你弄点夜宵。真香啊！啊，说，你怎么在我家？他走了，让我来照顾你。谁用你照顾？你不是头疼吗？来，喝鸡汤。谁说我头疼？喂，你果然是装的。行啊，你们耍我是吧？别得意太早。啊，魏诗琪能否留在故事，我还有一票否决权呢。你又威胁我。我只要你留下，就今晚。怎么了？我以后不会再威胁你了。你无理取闹吧你。我无理取闹？我是病人，我这头疼是你造成的，怎么了？我就今晚让你留下，过分吗？书记，别听他的，我们走。好，照顾就照顾，谁怕谁啊。行，我一定是还活在梦里。你看，你这忙了一早上，人家也没吃。你追求再完美又怎么样？他也看不上你。